现在呀，马上要过年了，这两天北京疫情呢有点严重，然后这个礼拜决定不回家了。我在物美超市买了一卷羊肉，买了一包羊肉，一点香菜，一份金针菇，菜花儿，然后芝麻酱，酱油。醋，还买了姜，还买了蒜，啊，明天就打算吃火锅了哈。吃火锅的时候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是中国最最简单的火锅，哈。